OK， 大家下午好，今天要煮那个阿三酸菜鱼喽。嗯，对。OK， 来。来，我这边有一条这个鱼，这条是英国鹉，鹦鹉鱼。鹦鹉鱼哦。对啊，对。然后我这边有配料，有姜、蒜头，还有辣椒干，还有一点咸菜或酸菜都可以哦。然后有阿三膏，如果没有阿三膏，你就要用阿三。那种一粒一粒的要去弄水一下，然后自己捏啦。但是现在很方便，都有这种阿三膏，就用去再一粒一粒的再洗，然后再酱，这个是酱油还有糖，酱油跟糖放油下去就可以。OK， 来 ，OK， 来开始煮。来这边哦，然后想 ，OK 可以，然后就在旁边跟我讲，你放什么先哦。今天用的鱼是鹦鹉鱼，放多一点点油会比较好吃。Parrot fish 是那个。OK。可能以前你的妈妈他们有煮过了，但是你们吃了哦就不懂怎么去煮。然后放一点姜，因为姜可以去腥嘛，煮鱼我都是会放姜哦。放点姜。姜、蒜头。姜跟蒜头放下去。嗯、跟它煸一下，给它香。什么鱼都可以啦，哦，一干猪肉可以吗？你们喜欢吃什么鱼都可以，只是肉质不要太硬的鱼啦。嗯 ，Any Wong， 谢谢分享，下午好啊。可以看一下锅，你点一看整个锅，这样子看得到锅，看得到表面，然后里面跟它煮那个煸香那个蒜头跟那个姜哦，因为要去腥味啊，去腥味。这样子 ，Nancy Chan， 下午好。双椒好啊，你看这边还有辣椒干，还有这些就是用辣椒干，有用烧水烫。有没有？只是洗，我剪开洗清洁。剪开洗清洁啊。哎、嗯，现在煸香它，给它出那个香味哈。Sally Day， 谢谢来 share， 谢谢来 share。然后这个辣椒干放下去。对，再把辣椒干放下去。它烧一下。爆一下那个辣椒干的味道才会出来哦。有没有人吃过这道菜？这是比较属于早味啊，以前已经有人没吃过的。再去帮它煸香一下，先先看锅里面这样子。加姜菜落去啊。我这边在旁边点姜菜落去。姜菜落去。这个是阿三哦，阿三放下去，加一点水啦，然后阿三加一点水进去，然后加进去，把阿三加进去，阿三不能加进去。酸菜跟咸菜什么分别？酸菜它叶子比较多，然后有点酸，这种是咸菜，用来拿来蒸鱼啊。但是都 OK 啦，都可以的。我喜欢酸甜，那种叶子的也是很好吃的。看你们自己喜欢哦。对，然后放酱油。可以不要加干辣椒吗？可以啊。干辣椒啊，就不辣啦。你们如果不喜欢吃辣的，就不要放辣。Teresa Chong， 谢谢你的来谢。今天煮那个阿三酸菜鱼啊，不要鼓掌。很容易的哈、哦。然后这个糖。糖也是你们的分量可以多少啦，但是因为这个是阿三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糖来中和。要有一点糖，糖在那个锅铲上面的。对，不要紧，没事，我要加水。加一点水下去。要不要吗？看看可以滚滚了再放。看可以滚哦，对。看可以滚了再加。我叫我讲看可以滚，滚了去的咯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你看。然后它高度是11cm， OK， 然后它有个锅盖，看。它是 4 liter 哦， 4 liter， 你们可以装水装到 4 liter。滚了。滚了。滚了，滚了，核桃落上来。核桃的那个身体放下去，这样子不用翻了哈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对，如果你们觉得要黑一点，你们放多一点酱油，然后就是要在里面煮。黑一点，你们自己放多点酱油哈、然后这样给它，这个锅很容易的，你就给它盖跟它盖下去，
那等一下做好了。这样。啊？放鸭嘛？没有，咸菜咸了。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给它慢慢烤啊，烤半点钟，烤这么久慢慢烤，烤烤半点钟。啊，半点钟呢，我也喝。那个鱼哦，吸到那个汁哦，啊，那个很香，好吃。所以要半个小时。那也旁边哦。他叫你 test 看。哦，叫我 test 看啊 ，OK OK。叫你 test。鸡腿呀。鸡腿。鸡腿，看，看它里面很滚的，这个反而多，它们煮好。我看我可能跟它反一下，不要，因为我的水没有放这样多哦。啊，跟它反一下，给它两边都卤到嘛。我叫你气腿，气腿呀，气那个水，落油有落不？哦，落油啊，等下等下，等下等下落一点木油。哎呀，够咸了，但落点木油哈。我这波讲下油才好吃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加点薄啊，摸啦摸到安尼嘴油啦。好了，哦好了好了，我晓得。如果你们要更黑一点哦，哎，欧淡薄就放几少哦。因为他咸就冇粉了。但他咸就冇粉了 ，OK。他咸就冇粉了哈，他咸。这样咯，就是这样。还有那个酸菜。阿妈教的阿三酸菜鱼 ，OK， 好，今天直播到这边，今天阿三酸菜鱼成功哦，阿妈。阿三酸菜鱼成功，成功了 ，OK， 好了，那今天直播到这边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爱心多多，拜拜拜拜，星期三星期五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